来，今仔要用这罐，这个那个，你知影敢知影啥？这罐就是讲含麻酱白东西炸来，透透有芝麻的特调，用不了，无啥芝麻要来加鲜牛肉，等下来煮看麦啊，好食无？因为这个来应该无含麻啦，含麻。明仔载啷烘啊？哦，你当作含麻足简单哦，拢毋是你看的对吧？物件看看的就甲烘落。啊，就甲下落。伊这应该嘛是当鲜肉啦，咱着用煎的，煎的来甲烘的差不多啦。伊这内底，假设我甲看，应该是有蒜、蒜头。有蒜头的味，哦，你看伊浓度安尼也差不多，有小可拢腌过去啊。哦，这料真香嘞。嘿啊，我闻到啊。啊，等下甲生半点钟啊，互伊入味，等下再来蒸。好，先这样盖起来，冰起来。来，今麦要煮啥？来，今麦煮啊生的肉，哦，一定是半点钟啊，哦，应该做入味。这个用那个臭豆芝麻迄个酱汁，烤肉酱，烤肉酱，伊是要烤玉米的酱，那个应该是拢百搭啦，啥物汤应该拢会搭。啊，这个起油锅，什么是烤肉酱？啊，甲油下落，安尼甲伊个油哦分均匀分布。烤肉酱腌制牛肉。啊，会这怎么样会？你把甲边个咧烤同款个，你用蒸呢？哦，香呢，哦，拢个种酱汁的味。啊，这蒸，干迄个全熟嘛是同款几分熟？现在全熟啦。是嘛？无牛排啥啊？啊是牛排啊，牛排肉用较好，啊这是较普通的肉，你来全熟。哦，这是真个酱汁有够香诶！诶，若那无菜吼，白饭浇这酱汁，可能食得过了碗。惊啊！这个泡泡诶，热汤嘛，这个粉。均匀，熟个再用边仔去，啊啊着熟个，应该上去中，再较高放中恁，你煞把些爱小可分布一下，啊再较细块放边仔。诶，汤泡要水，先把水放细。好，等下先烫的，等下五分钟才来开。先来处理遐汤。哇，是酱汁哦，对。等下这酱汁白当浇咸啦。好，来盖上五分钟。好，伊个边仔较无烧，中间较烧，就是无青的，汤中间。来哦，这牛肉五分钟的时间到啊。咱来甲看卖，开了，哇，哦，还掀起迄个香味，晒有香诶，哦，哇，差不多拢熟啊，拢熟啊啦，拢滚啊，你无看？啊，再来甲并一下，另外一边搁烧一下，啊，这酱汁蛋诶，蛋壳较酥较干诶，伊会变哥哥安尼，会较好食。本来会当搅饭啊。啊，就是哥哥好搅啊。哦。它浓缩啊！我咧说的，较紧些先甲包起来。哦，真正有够香的啦！它若话浸埋酱汁吼，真香。哦，香啊！有人要吃无？哈、啊，来紧的紧怪等你哦！啊，这真正香，够好吃啊！应该是好食啦，还袂食啦，但是真正一只一定规厝规灶拢拢是香味啊，拢是烤肉酱的味。哦，
大勋，你不是讲要改只紧的呀？嗯，好啊。汤汁要收干啊，对嘛？已经那个泡泡比较多了，就是汤汁已经快要干了。这个干脆放阿公啊。哇！哇，那旁边真正赞的。嗯，简单煮啦。哇！好吃的牛肉。这个看看哦，刚才那种这道菜比较简单啦，什么这什么菜粿，什么香菇菜粿啦，这道菜比较简单，所以稍发落一点而已啦，没从头开始落啦、啊、因为这种菜粿也一定煮也有落过啦，那菜粿什么牛奶饼好，到这拜拜。